志军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今天有点急事，我得回吉隆坡几天。你干嘛要回吉隆坡啊？过两天我们俩就要结婚了，我妈好不容易托关系才把酒店定下来，这时间可是不能变的呀。你要知道，最近结婚的人可多了。我知道，我得把我的出生证明拿来。 我已经问了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是不需要你的出生证明的。万一呢？以防万一嘛。反正我订了今天的飞机，我回头再跟你说了。我先走了。林志军，你这是在跟我商量吗？你不过就是来通知我一声。我真的是时间来不及，我回头再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走了。哎，林志军，林志军。 喂，林志军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才几点啊？我昨天一个人在酒店里忙到大半夜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这边听不清，我家里信号不太好。喂，稍等我一下，志军，你那都什么声音啊？哎，我听不清。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，安娜。嗯，志军，你在哪儿呢？这什么声音啊？这是。我上错了一条船，这条船出事了。你上船干嘛？亲爱的，对不起，又变了。林志军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讲清楚，你说什么呀？ 林志军，你说清楚啊！林志军，你说什么呢你？现在插播一条消息，日本台驻马来西亚记者报道。大爷，要不然我把它送给安娜姐姐吧。你送给你姐什么不好呀？送个老鼠。妈，这不是老鼠，这是仓鼠。 它繁殖能力特别强，我送给安娜姐姐是祝她多子多福。瞎说什么呢？你当你姐是下耗子呢？胡说！哎，你快去看看是谁来了。我找于总，于总，出事了。 29日，一艘载有210人的客船在马来西亚西北海域因进水事故而下沉。尽管事发海域进入潮速加快的大潮汐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。关、林、军联合救援队前一天打捞出三具遇难者遗体，由此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增至168人，生还27人，尚有23人下落。安娜，据报道，我上错了一条船。 这条船出事了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永别了，对不起，永别了。 Thank you.
会长，什么事儿？刚刚得到一个坏消息，少爷下了飞机以后，直接登上了去槟城的船，那艘船遇难了。他上了去槟城的船？是的。情况属实吗？我正在落实。这可真是个噩耗。郑家还在等着我们回音呢。 那我们怎么办？先去落实那艘船遇难者名单里有没有少爷。明白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外传。明白。 联合救援队前一天打捞出三具遇难者遗体，由此这系事故的遇难人数增至168人，生还27人，尚有23人下落不明。安娜，安娜，电视上报道马来西亚传单是签证万确，但是不知道林志军在不在船上。格亚说林志军打电话来说自己上错了一条船，和安娜说永别了。这个林志军明天就要结婚了，瞎跑什么呢？ 大前天他说他要回国办手续，按道理应该是去吉隆坡，也不知道怎么会在去槟城的船上。安娜，对啊，哎，安娜呢？你说说，安娜把我给骗了出来，自己在里边把门给反锁上了。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快出来！安娜，不管出什么事了，咱们出来说好不好？ 有什么问题，咱们一起解决好吗？和印尼，快出来！目前，安娜，你把门开开，我是爸爸。领事馆方面，你把门打开，让我们进去好吗？阿姨，我都在这敲了一个小时了，他就是不开门。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呀？频繁说把婚礼现场撤了，安娜不同意，说不让撤。林志军是真的出事了吗？ 是真的，早上我都听到了，他是开着免提打的电话。这种大型客轮有很多密闭的客舱，所以部分空间可能还留有空气。只要还有空气，被困者就有存活的希望。去年，一名遭遇沉船事故的20多岁尼日利亚男子，就因为船舱密闭存有空气。 靠着喝碳酸饮料坚持了60个小时，并最终获救。不行，不能这么等下去，这里头时间太长了，别出什么事儿啊！哎，平凡，把酒店保安叫来，把门撬开。爸妈，哎，你，刚刚志军来电话了，他说他没事，他在马来还有些手续没办完，明天上午就回来。那你在屋里干什么呢？ 我们敲半天门你不开门，都快把我们给急死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说这是大马的一个风俗，要在今天啊吓你们一下，只是一个风俗而已。这什么风俗啊？对呀，吓死我们了。哎呀，既然是个风俗，我们就不要管他了，他都已经跟我说了对不起了。那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，他来得及回来吗？来得及，他明天一早就搜集了破费回来。你没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 什么风俗？那么落后！对不起大家，让你们操心了。那你说林志军明天一早才回来，你俩的手续来得及办吗？手续嘛，回来补办。行了行了，没事就好。真是吓死人了！你怎么还在给他打电话呀？ 我想让他起飞前跟我联系一下，我好去接他。他现在在国外，国内电话不用了。那你把他现在电话号码给我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是说他给你打过电话吗？没有号码。他给我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一堆乱码，
说是用座机打的，放心吧，肯定会联系我的。乱码，我看看你手机。你不相信我？那倒不是，我就是。我来。您好，您点的外卖啊，我点的。 您检查一下，您对我们的服务给予评价。好，不用三一块，谢谢。我点了点披萨，来吃点吃吧。我不饿，我不吃。怎么可能？你一天都没吃东西。我真的不饿，我不想吃。你给格雅吃吧。格雅，格雅。 美吗？好看。赵平凡，好看。你看都没看，你多夸两句你会死啊？特别好看。好了，葛雅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你就回家去吧。回去回哪儿去啊？我今天晚上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安娜。 你还让葛雅陪着你吧？对呀，昨天晚上你死乞白赖的让我留下来，你今天晚上让我走我就走啊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我今天晚上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又不叫静静，你瞎静什么呀？我今天就要留下来陪你，我要沾沾新娘子的喜气。来，吃一点吧。不吃了。对啊，来吃一点吧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 好好吃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留下来住吧。你的眼睛。这种大型客轮有很多密闭的客舱，所以部分空间可能还留有空气。只要还有空气，被困者就有存活的希望。 你好，我是林志军。你好，谢谢你。你不是外国人吗？我是马来西亚华裔。你中州的好好啊。谢谢。生日快乐。